今天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雅伦哈，好，神秘嘉宾啊。好，那我们还要再 call 一个神秘嘉宾。我不知道，制作人就常这样，你看那白板，我就要听话。那我跟他讲。好，要播002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因为他也等很久了，他好像一直在线上等我们，然后我们一直在讲别的事情，不要让人家等太久。好。0686。86吗？0686。好。好麻烦啊。赶紧再看一下，我们电话那么好看吗？但是这不是台湾呢、啊。对呀、啊。我们有很多贵宾，像上礼拜来新加坡，就是我们还有刚刚还有巴西的意大利人在看，这不知道是谁。小姐现在生气了，因为你不知道他是谁，他都不讲话了。
所以吴尊跟亚伦见面第一件事情就是互相拿酒精擦对方，握手之前先擦一下，结第二人组。好，谢谢吴尊呢，也祝你幸福哦，下次记得要来我们节目，欸，他也没来过对不对？对，哦，下次一起上好了，有机会来我们节目哦。对，好，对啊， okay， 谢谢你，拜拜。好，哎，我还有好，请说。蛮重要的。好，谢谢，哇，你好贴心哦，谢谢。哎，对，我们还有好多声音影片没看。对，好，然后呢？